me take refuge in Buddha. Let my guide be truth and Dharma. How can I seek Buddha's light and keep this faith shining bright? Follow then the Eightfold Path. You'll be free from the law of karma. Right view. Right alertness and right action, right effort and right vocation, right speech and right contemplation. Take this path, said my Buddha, that brings us to the law of karma. Right view and right aspiration, right alertness and right action, right effort and right vocation, right speech and right contemplation. Right view and right aspiration, right alertness and right action, right effort and right vocation, right speech and right contemplation. Beginning of death. Death is the beginning of birth. Between birth and death, suffering is more than happiness. Through Om Mani Padme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Birth is the beginning of death. Death is the beginning.
dream like magic, like an image of the world phenomena and ideas are impermanent, like water bubbles, like dew and lightning. Om Mani Pad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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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If our hearts are filled with kindness, true compassion and care, Buddha's joy will share. Rise up, be like the dewdrop that gives up its individuality and slips into the sea, where it can be free. Let's be one in Buddha's call, seek enlightenment for all. Rise above all pains and miseries. Take the noble eightfold way, live by Buddha's law each day. Fill our hearts with true love and compassion. If we live in selflessness, rid our souls of selfishness, then our lives will be filled with happiness. Like the lotus, we must all rise, heed to Buddha's advice. Soon we'll all be free. Rise up, be like the dewdrop that gives up its individuality and slips into the sea, where it can be free. And slips into the sea, where阿弥陀佛，欢迎各位不断的收看生命电视台。生命电视台的目的就是要实践佛陀的大慈悲的利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又成立了淮海教育基金会，来负责学校、监狱、医院乃至老人院、弱势团体的关怀。所以希望各位加入淮海教育基金会，护持它，推动它，来完成佛教徒的慈悲。阿弥陀佛。关怀来自富有的心灵，淮海教育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关怀弱势，打造心灵均富的港湾。护持账号5005-9824，5005-9824，户名淮海教育基金会。Thank you.
为宣扬佛陀慈悲智慧，使佛法广为流通，中华印经协会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不间断地印制各类佛教经典、书刊、漫画等等，让不同年龄、不同族群的大众皆能择其所好。同时感恩每一位护法菩萨，有了大家的护持，才能让更多大德善士们同沾法益，共结善缘。借由好书的熏陶，相信大众都能积聚成佛资粮，福慧增长，圆成佛道。祈愿万音永流传，慧命不止息。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尔时，世尊即时微笑，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善男子，汝往外道尼前子所为其说法。”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世尊，譬如须弥山王，小山无能出者，如是世尊，于如来前我不能说。”尔时，世尊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善男子，莫作是说，如来有多方便。一切勇，如往观十方一切世界，如来在何处住，于何处所，夫如来坐。一切勇，于尼前所，我亦当自说法。”一切勇白佛言：“世尊，成何神力，唯以自神力去，以佛神力去也。”佛告一切勇：“如以自神力去，还时以佛神力而来。”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从座而起，偏袒右肩，为佛作礼，即莫不现。尔时，世尊为尼前说法，身苦，身恼，人生多怖，身有病苦，病有老苦，老有死苦，富有亡难、贼难、水难、火难、毒难，自作业难。十诸外道心怀恐怖，白佛言：“世尊，我等于今更不忍生。”尔时，世尊说此法时，十八千亿诸外道等得离尘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自身十八千亿，住于十地大菩提萨多，现菩提萨多种种神力，或作象形、马形、狮子、虎形、金翅鸟形，或作须弥山形，或作老形，或作猕猴，或作花台结跏趺坐，十千亿菩提萨多在其南面坐，九千亿菩提萨多在其北面，皆作如是神通变化。如来常在三昧，以方便力故为众生说法。尔时，如来知一切勇菩提萨多
自用神力去以七日，至花上世界，使一切勇菩提萨多以佛神力驱身必请来至佛所，道以又绕三匝，发清净心，合掌礼佛，白佛言：世尊，我以一神力至十方诸佛世界，见九十九千亿诸佛世界；第二神力见百千亿诸佛世界，至第七日到花上世界，亦至不动如来世界。世尊，我至彼国，见九十二千亿诸佛说法，又见八十亿千世界，八十亿千诸佛，即日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悉供养，复过而去。世尊，我即日至三十九亿百千佛国，见三十九亿百千菩提萨多出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尊，我悉恭敬礼拜，又绕三匝，复过而去。世尊，又于六十亿世界见六十亿佛，我悉供养，恭敬礼拜而去。世尊，我见百亿世界，百亿如来入波涅盘，我亦供养恭敬礼拜复过而去。世尊，我见六十五亿世界诸佛圣法灭尽，我心焦恼而怀悲泣，见天龙夜叉忧恼啼哭，如见入心。世尊，彼佛世界皆火所烧，大海须弥悉皆烧尽，无有遗余，我亦供养复过而去，乃到花上世界。世尊，我到彼世界见夫百千亿座。世尊，见彼南面夫百千亿座，东西北方及以上下各夫百千亿高座。世尊，彼一一座七宝成就，一一座上有一如来结迦夫座，为众说法。世尊，我即见已生稀有心，问彼世尊：此世界者名为何等？彼佛如来即告我言：此世界者名曰花上。世尊，我离彼佛问其佛言：如来世尊名号何等？彼佛答我：号莲花藏，于此世界常作佛事。我复问言：此世界中无量如来，何者是莲花藏如来之身？彼世尊曰：我当是汝莲花藏佛。尔时诸佛悉隐不现，唯见一佛，其余座上悉是菩萨。我时礼佛，时有一座从地涌出，我于此座结迦夫座，使我座椅有无量座忽然而出，空无人坐。我问彼佛：此座何故空无人坐？时佛世尊而告我言：善男子，不种善根众生不得在于此会之中。世尊，我时问彼如来言：世尊，作何善根得在此会？时佛告言：谛听善男子，得闻僧伽吒法门者，已是善根得在此会，何况书写读诵一切勇，汝闻僧伽吒法门故得在此会，无善根人则不能得见此佛国。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彼佛言：世尊，得闻此法门者得何福德？尔时莲花藏如来即便微笑：世尊，我时坐礼问彼佛言：佛何故笑？现稀有相。时莲花藏如来告一切勇：善男子，一切勇菩提萨多得大势力，譬如转轮圣王主四天下，于四天下种满胡麻。善男子，如彼胡麻其数多否？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世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
佛告一切勇，有人具彼胡麻以作一句。一切勇，有人能数知其数否？一切勇菩提萨多白比世尊，不可数也。善事世尊。时莲花藏如来告一切勇菩提萨多：善男子，若胡麻等数，诸佛如来说文经功德，不能令尽，何况书写读诵？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世尊，书写得何等福？佛告一切勇：善男子，譬如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沙尘、树叶、草木，以如此等数转轮王，如是轮王宁可数否？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世尊，不可数也。善事世尊。佛告一切勇：善男子，听此法者如是，一切诸转轮王所有福德不及此福，于此法门数一字者，功德甚比一切轮王所有福德。如是善男子，此法门者，摄于一切大乘正法，不得以轮王福德为喻。如是一切勇，此法门功德非譬喻说。如此法门能示法藏，灭诸烦恼，燃大把炬，降诸恶魔，照明一切菩提萨多之舍，说一切法。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世尊，行梵行者甚为稀有，何以故？世尊，如来行难得。佛告一切勇：如是善男子，梵行难得。若行梵行，若昼若夜，常见如来。若见如来，则见佛国；若见佛国，则见法藏。临命终时，其心不怖，不受胎生，不复忧恼，不为爱河之所漂没。尔时世尊复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善男子，如来出世难可值遇。一切勇言：如是世尊，如是善事，如来出世难得值遇。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此法难值，亦复如是。一切勇，若有得闻如是法门，今于尔者，八十劫中自是宿命，六十千劫作转轮王，八千劫中作天地士，二十五千劫作净居天，三十八千劫作大梵天，九十九千劫不堕恶道，百千劫中不堕恶鬼，二十八千劫不堕畜生，十三亿百千劫不堕阿修罗中，刀剑不伤；二十五千劫不生愚痴中，七千劫中具足智慧，九千劫中身处端正，具足善色，如如来身；十五千劫不作女人，十六千劫身无病恼，三十五千劫常居天眼，十九千劫不生龙中，六千劫中无嗔恚心，七千劫中不生贫贱家，八十千劫主二天下，即最贫穷，受如是乐。十二千劫不生盲民，十三千劫不生笼中，十一千劫修行忍辱。临命终时，世行将灭，不起导响，不生嗔恚，见东方恒河沙等诸佛如来，面见南方二十亿佛，面见西方二十五恒河沙诸佛如来，面见北方八十恒河沙等诸佛如来，面见上方九十亿恒河沙诸佛世尊，面见下方百亿恒河沙等诸佛世尊。善男子，彼诸世尊安慰其人：善男子，汝莫恐怖，汝已听受僧伽吒法门。善男子，汝见如是恒河沙等
百千亿佛世尊否？唯然以见。世尊告曰：此诸如来，故来见汝。是善男子问言：我作何善，诸佛见我？诸佛告言：善男子，汝在人中，曾闻僧伽吒法门，是故诸佛故来见汝。是善男子白佛言：世尊，我曾少闻，得如是福，况复具足受持是经。彼佛告言：善男子，莫作是说，闻四句偈所有功德，我今说之。善男子，譬如十三恒河沙诸佛如来所有福德，闻此法门，福德甚彼。若有供养十三恒河沙诸佛如来，若有于此法门闻一四句偈，此福德甚彼，况具足闻。佛复告一切勇菩提萨多言：善男子，若三千大千世界满中胡麻，以此胡麻树转轮王，若有人布施如是转轮王，不如布施一须陀环。若施三千世界一切须陀环，所得福德不如施一斯陀含。若施三千世界诸斯陀含，不如施一阿那含。若施三千世界诸阿那含，不如布施一阿罗汉。若施三千世界诸阿罗汉，所得福德不如布施一辟支佛。若施三千世界诸辟支佛，所得福德不如施一菩提萨多。若施三千大千世界菩提萨多，不如于一如来所起清净心。若于三千大千世界诸如来所生清净心，不如凡夫闻此法门功德甚彼，何况书写读诵受持一切勇，况复有人以清净心意念此经。一切勇于意云何？我有凡人能渡大海否？一切勇言：不也，世尊。佛告一切勇于意云何？我有凡夫以手一错能结海否？一切勇言：不也，世尊。佛告一切勇要小法者亦复如是，不能听受如是法门。一切勇若不曾见十八亿恒河沙诸佛如来，不能说写如是法门。若不曾见九十亿恒河沙诸如来者，不能闻此法门。若人曾见百千亿如来者，闻此法门不生诽谤。一切勇若有曾见百千亿恒河沙如来，闻此法门能生净信，起如实想，不生诽谤。一切勇听若有说此法门一四句偈，比过九十五亿千世界，如阿弥陀国，比人佛土亦复如是。一切勇比诸众生寿命八万四千劫。一切勇若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于此法门闻四句偈，诸众生摄使造五逆罪，教人随喜，若能听受一四句偈，所有罪业能令除灭。尔时世尊复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往昔有人破塔坏僧，动菩提萨多三昧，坏灭佛法，杀害父母，坐以生悔。我师今世后世之乐，当于恶道一劫受苦，生大愁忧，受大苦恼。一切勇如是之人，一切世人所共悟见，作如是言：此人施于世间出世间法，此众生于无量劫犹如浇树，不能复生。譬如画堂，不以浇筑而作庄严，此人亦耳。今世后世所生之处，人皆轻贱，打骂毁辱，不施饮食，彼受饥渴，打骂苦恼，自意念言：我造逆罪，破塔坏身。
做事思维，我向何处，谁能救我？作如是念，我当入山，自灭其身，无人救我。尔时彼人而说偈言，我造不善业，犹如焦木柱，今世不庄严，他世亦如是。世内不庄严，在外亦如是。恶因造恶业，因之入恶道，后世受苦痛，不知住何处。诸天悉闻我，悲泣啼哭声，无有救护者，必入于地狱。自作不善业，自受苦痛受。我无归依处，必受苦痛受。杀父母坏塔，我作忤逆业。我登高山顶，自坠令碎灭。是诸天告言，莫去愚痴人，莫作不善业，汝作多不善，作已经悔过，杀害自生命，必受地狱苦。寻疾堕于地，如被幽箭射，不以此精进，而得成佛道，不得菩萨道，不得声闻果，更起于精进。汝亦先圣山，广见大圣主，头面离彼仙，愿救苦众生。善作利益我，今步不安稳。仙人闻告言，汝作暂时听，今步苦不安，当毁众恶业。仙人告言，我为施汝时，汝可食之。愁忧苦恼，饥渴恐怖，世间无归。我施汝时，汝当食之，然后我当为汝说法，令汝罪业悉得消灭。彼时气已，须臾早首，绕仙人矣。前面胡跪，仙人问言：汝说作恶业。答仙人言：我杀母、杀父、破塔、乱菩提萨多三昧，坏灭佛法。尔时仙人告彼言：汝作不善，造思恶业，自作教人受苦。愿大仙人当见救济，我为仙人常作同仆，所作不善，愿令消灭。尔时仙人未遇彼人，汝莫惶怖，吾当救汝，令汝亲报。汝今现前听法，汝曾闻僧伽吒法门否？白仙人言：我未曾闻。仙人言：火烧之人，谁能为其说法？为大悲者，难能说耳。僧伽吒经卷一。佛法浩瀚无涯，读诵大圣经典，既能开发智慧，更丰富生命。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
接下来请收看早课